我公公这个性格啊，真的是让人受不了，太倔了。我威胁他都没用。我赶紧起来换个鞋去帮忙的，不然等会又发脾气了，又生气了。你快去换衣服呀，去帮忙。好。哎呀，鞋拿不出来。哎呦，这破了呀！你就穿着吧，就当雨鞋穿着吧，先。我先不穿，我先看看情况吧。水已经放干了吗，娘子？这怎么好多肉？已经开始捉了。嗯。要看雨破的话，我去大巴架里借一条过来啊。对啊，娘子说已经开始抓了。再过三天就20度的气温，出大太阳，他不等那时候，就等不及了，非要今天干的。冷死了。哦，姑姑穿了一条雨裤，她在帮忙抓了。哇，这一条好大呀。我公公是把这个小塘水放干，然后呢把大鱼抓了放到这个大塘里面，这样干的话就方便一点。你投个板过来。嗯，罗源抓吧。快点啊，快点。去那里换啊，等会儿搬到塘里去了。哼，小心啊，别搬塘里去了。你的医生也多贵啊。好了，啊，去钓鱼去，钓鱼去啊！我下塘了。回家打个这样干塘是不是就简单一些了？不用提啊，省力啊！这塘中间有4条大鱼在游动，我已经看到了。你看，这里有一条，然后这里还有一条，然后那里中间还有一条，然后这里还有一条。鲫鱼，鲤鱼，小鲤鱼。今天干的这个塘是我公公放了2年的鱼塘哦，这里面应该是有大货的。鸭子，这里面会不会有10斤以上的草鱼啊？有。我们就今天看一下最大的草鱼有多少斤啊？2年了，这个鱼怀孕了，把它放了吧。你放哪里去？放哪里去？打人呢？它怀孕了。哪里来的鱼怀孕的了？我叫你去做条大鱼给你。嗯，你悠着点啊。啊，那你回家拿去。我带你回去，没得安住嘛。你看这鲤鱼多好看，黄金鲤鱼，看到没？这种大鱼放里面，等大家来买啊。我公公在这里奋力的抓鱼，我姑姑跟我婆婆两个人就在这里接鱼。哇，磨了这么多的棒，这个棒炒了特别好吃啊。快救我，快救我，哎呀，这个塘底太深了。干嘛要跑那个中间去啊？那个中间有个大坑哦。自生自灭吧。我一来那肯定是要抓大货的，我就在这边上找，看有没有那种甲鱼。但凡我抓到一个甲鱼，胜过我公公塘里所有的鱼价值啊。因为这个塘的一旦有甲鱼一定是野生的。哎呀，这一个好大，最起码得2-3年了。今天的收获不小了。到西南那一个长毛青，这个的。又挖到一块了。嗯，又开恶心的鼻孔，这个真的在好听的流。胃痛，感觉胃里像装了个石头一样，不消化。干个塘，全家兴师动众。这我小叔子又穿着他老婆的罩衣来了。我妈的罩衣。哦，娘子的罩衣，不好意思啊。不是你穿这个罩衣，我为什么莫名的想笑？你干的我啊！你把这个椅子变干好嘛？你再去给你那些。这个这么大的，这个塘里还蛮多条鱼。好，坐飞机。到水点了。来。来。哎呀，兄弟上了这么晚就熬死着。
你把那些芝麻的给了。这三十多斤的，哎呀，那长得是个大王。我是谁？大老李。到，那周周到了吧？李哥，你等阿姨去。我们周瑜的上半场就已经结束了啊。等这水再沉淀一下，等会儿把水抽干再做鱼。这个白菜真歪够老的。四条大的，把它做回去破了，破了就把它熏了，做熏草鱼。大伯，嗯，这是草鱼吗？给它锯了呢，给它。我到你又一跑，他那师傅就让这个石破的一样，哎，石破鱼，再晓得鲤鱼破的就香，我看。好。不用考虑，哎呀，年年有余，今天个鱼一码好了，2023年的第一天。我跟你一样喜欢的。那今晚才什么玩意？哎。鱼出锅喽！鱼出锅了。他在上下跳啊！老爷子，我能帮你抬得动吗？抬得动，可以。抬得动。冷，今天起风了，今天还不冷。我公公不是放了两个塘吗？一个是长塘，一个是这个圆塘。今天在全家人的努力下，把这个圆塘给干了，让我帮他来抬网子。这收网子是个麻烦事儿。啊，这边往中间放一点吧。我真的。这很轻哎，干了。你赶紧提的。抬得起。这个塘今年干吗，鸭子？干。过几天天气暖和一点了，干啊、哦。我一直就提。抬得起吗？这就是我姑姑这个塘里的鱼货啊、哦，这个盆子里面。有10斤10条以上的草鱼，今年用来熏腊鱼的。塘里还有很多这样的小鱼，都还没有搞上来。我婆婆跟我姑姑还捞上了这么一筐的蚌。娘子，你们这个叫什么？叫河蚌哈、啊？你莫小看公公哈。为什么？和我家的女马草。哦，这个叫蚌还是叫贝壳啊？应该是蚌哦。河蚌。河蚌。